主料低筋面粉65克，辅料蛋白2个，黄油65克，糖粉50克，食盐2克，黑白芝麻。准备时间10-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蛋、黄油、糖粉、低筋面粉及糖粉经过筛打用，再混合入其他配料，用捣蛋器搅拌均匀成面糊，平底锅中火预热，转小火倒入适量的面糊，摊成圆饼形，四周翘起后翻面烤数秒后取出，趁热折合饼皮两边，用筷子卷成圆筒形预料即可。烹饪技巧，饼皮翘起要立刻卷起，免得变脆后不成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